你就擦亮眼睛做人，你将这道理行不行？我刚回来，你劈头盖脸给我一顿指责，你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多少遍，徐兆阳他不是一个好人，你应该让他有多远就滚多远。你跟他认识吗？啊，你甚至都没有跟他接触过。我不需要跟他接触，我告诉你多少遍了，你要远离他，我再警告你。那你是不是也得给我一个过程啊？麻烦咱们俩公平一点，行不行？ 你告诉我徐兆阳不是一个好人，可我也没见过他做什么坏事。那我还是听你的了，我远离他了。可是脚长在人家身上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去告诉他，我未来的儿子让我去追陆翔，让我离你远一点。你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说。那我怎么说？我说学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跟你靠太近。我觉得你不是个好人。我这样说让他有多远滚多远是吗？告诉你。 想拒绝又一万都不能给你拒绝，对吗？你到底懂不懂啊？我们是一个学校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况且，追陆翔这件事情已经让我在学校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。难道我没有自尊心的吗？我没有让你用自尊心去追陆翔，这不是我要来这儿的初衷。是，你突然出现。 你告诉我要来改变我的命运，你是我儿子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难道我未来的不幸是我一个人的错吗？你为什么不去劝陆翔改变呢？你的未来的命运只能由你自己去改变，你明白吗？说白了，你根本就是不相信我，啊，不是，你不是不相信我，你是不相信任何人。 你就只相信你自己，对，你说什么都是他的，对对对，我不相信你，所以我才这么大老远的来这儿跟你费这么大的劲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是自己什么事情都不会的话，我也不会处处来警告你。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听好了，什么狗屁陆翔，我不追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追陆翔，你就是这种烂泥扶不上墙。我是烂泥，你就是烂泥的儿子。 既然我这么差，你干嘛选我做你妈呀？我要选择，我怎么会让你做我的妈妈？我要是有的选，我也不会选你做我儿子。但你现在还不是要住我家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用我的。对，我现在吃你的，用你的，住你的，喝你的。 我怎么？